我是中国人协会前任会长，也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我们感到很荣幸有机会在把美丽的圣地亚哥作为我们的家园。我们中国人协会和全体当地的华人华侨都想为建设美丽的圣地亚哥贡献自己的力量。美国就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想为这个国家来做很好的贡献。我是刘连强，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 San Diego 这个华人华侨庆祝中国国庆的宴会。大家好，我是邓丹晨，月光舞蹈团的艺术总监，今天来参加这个国庆宴会，非常高兴，谢谢那个组织者的邀请，祝这个大会圆满成功。On behalf of the event organization committee, I'm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to be here with us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69th anniversa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国人协会主办的国庆节和中秋节的招待会，我们金龙也是一个协办单位之一，在此呢向大家问个好。谢谢大家，能够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好，我的英文名字是 Stephanie 石，中文名字是石涛，我是现任的美中生物医学与制药协会的会长。这次非常高兴和其他圣地亚哥的华人协会共同主办这个国庆和中秋佳节盛典。尊敬的各位侨领、侨胞、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到圣地亚哥和圣地亚哥华侨华人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的宴会。这是我们每年都举办的活动，这是我们圣地亚哥全侨共同努力，每年都做得非常成功，每年做得非常好。大家好，我是华夏中文学校的蔡毅，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来欢度中秋，欢度国庆。我们华夏中文学校呢是圣地亚哥最大的中文学校，每年我们都有1000多个学生，我们非常感谢社区的支持，大家把孩子送到我们这来学中文。我们也将会一如既往的继续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然后让我们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在孩子们身上，他们带到社会上去。大家好，我是育才中文学校校长于红，圣地亚哥中国人协会现任理事。我是育才中文学校李红斌。今天我们有幸来到这个饭店，和大家一起共庆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还有我们的国庆节。祝咱们圣地亚哥全体华人身体健康，阖家团圆。4 years who have made it a priority to ensure that we are giving back to our communities here in San Diego and maintaining the rich culture and diversity that we have here and celebrating that. And as a elected official on behalf of the city of San Diego, my priority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continue to foster all the rich cultures and the diversity that we have here in San Diego.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地亚哥中国统一促进会的会长周吉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69年今年生日快乐。我代表我华民乐团，我华民族乐团祝贺这一次2018年国庆中秋午宴成功。首先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的侨胞来参加我们每年一度的这个中国的国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主办了21次了。我们圣地亚哥呢每年都是由全侨各个社团共同参与和组织国庆中秋的庆祝，大家是
非常合作团结，也是非常温馨的那么一个一年一度的盛会。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1997年，当时我们的国庆是在一个公园的草坪上升起了第一面中国国旗，然后转眼21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活动是一年参会一年演出，今年呢刚好是参会，所以我们是否在 Hilton 岛吧举行。非常感谢各个社团的赞助，有大家的齐心协力才可以把我们这个活动办得更好。